大家好，我是猫老师，今天讲一下子用火柴组成的数学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火柴题，这个呢也是小时候玩的比较多的，经典的。摆火柴一个算式题啊，或者说两人用火柴棍做游戏，看谁能玩，谁能赢，拿到最后一根啊，这类似于下棋一样的。好，先看这个火柴去题，一根是等式成立。或者是等式，或者是不等式，对啊，这是经典的。每个数字呢都是由火柴组成的，像七是有两根火柴，一个恒星数，五呢就这些根，减号也是一根火柴，移动一根，让这个等式呢或者不等式成立。右边是解，这里还是移动一根火柴。对了，这题目很多啊，专门有这些的题目，有智力测验题啊，这是都有。正差为这么多，对。这里还一道题很有意思，因为圆环上最后等于100，移动两根使这个等式成立，是。还有分数的，都有。这个罗马字母的，左边是罗马字母的题目，罗马数字。对，又是罗马数字的题目。一两根。是等式成立，前面一根只是以两根的或者不等式。好，再来了，是多少？加五根使它成为九。其实是一个英文单词的九，nine。11根火柴表示11，中文的拼音11。好的。这跟这些字母啊、单词啊也联系在一起了，拼音对也联系在一起了。对，电子表缺了几个，可能为这些。这是道推理题。6，1根，1两根，1三根，1四根，都是。好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是等式成立，都是。巧辩等式，那么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啊，再看一下子，不移动火柴是等式成立，用镜子啊，这个很巧妙，我想过它上下倒过来旋转，它用镜子是等式成立，对，倒着看这个是不移动，巧辩等式用镜子反射，移两根再加一根是等式成立。先移再加，有各种玩法啊。24根可摆了许多不同的正方形的组合，9根这样摆几个三角形，3根与3根半构成3个等边三角形。这是摆图形了，要求你用若干火柴达到相应的图形条件。这里是。移3根乘5个正方形，或另一个汉字，移5根乘2个正方形。这也是，移2根掉头，这个也是经典做过的。移2根乘另2个省，省的名字。这是汉字游戏了，这也是。对了。倒着看。一两个乘五一，对，倒过来。日本。东。相当于是谜语啊，有类似于还有点。谜语的成分。汉字跟火柴结合在一起了。一两根变成省的名字。对了，汉字游戏。6根摆一数字，大于小于1.5。根号二，这个很奇妙，用根号二摆出来。你2根，
以四根乘五个三角形，再以两根乘四个三角形。火柴啊，取走若干几条线，使正方形一个也不存在。n 为偶数的时候要取这么多，奇数的时候取这么多。好，移动三根乘八个正方形，这里还是这里三角形正方形的问题，移动几根，移四根乘六个三角形，对了。还有一些动物的图案的巧移火柴，十八根，对，一层这些封闭图形，面积缩小啊，这道题目讲面积的火柴连环谜，三四五组成的直角三角形中间是等分面积两部分。拿去一二三四，拿走四根，变成什么图形？面积的一两根，这是一个九宫格了，九宫问题了。还有什么？十三根火柴，六个或七个三角形，这还有一圈，一个圈里面算是让火柴成立吧，应该是。取走最少九根，一个菱形都没有。取走十五根，三个行动没有。移动十二根都有，各种移动火柴的是图形的，消失的。移四根成九个正方形。520万跟火柴搭出泰坦尼克号，哇，这个吉尼斯纪录也是一个啊。八根火柴敲成两个十字，百根火柴搭快乐生活，六根为八个三角形，六根火柴组成八个三角形，八根围成的图形，面积最大，但没有最小的。对，移动三根呈中字形，24根摆12个同样大小的三角形。用两个火柴摆成一个直线，拓扑取题，五根火柴既不分离又不叠加，只能两端头相交，可有十种拓扑上不同的图形，可以摆成十种，不能折断，两个火柴相交的点不必看成焦点，完全菱形、三角形、一正方形等同，有根的现平面上的有19种。电子表读数摆火柴，这另外一种摆法啊。这是下棋一样的。横竖不许斜放，不能使火柴与相邻格中的乙方的形成一致，
若棋盘仍有空缺，这一方无法再放，那么就输了。棋盘已放满，则先手为输。两个布局，先手已输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德国人发明的一个游戏啊。再玩大一点的棋盘，啊，这个不错。画 M 乘 N 的，对了，都可以。驱火柴游戏啊，这是我以前也研究过的，小时候。又叫中国灵活游戏啊，四五火柴两人轮流拿，每次取一二或三，取完后手头单数为赢。对，如何取？十三个呢？十个火柴也是。我还有就是谁先取完，谁先赢，或者谁后取完谁就赢。对了，应该属于哪一种？哦，这是还要乙子跳过两子，变成六组。奇数放在偶数上，要求哦，这是一个也是个一个人玩的游戏啊。各若干数，甲乙一笔，给他们，我多少本？哦，这个是对的对，这倒推法吧，可以做出来也可以。你用火柴若干个，第一堆拿出一第二根相同的火柴，并入第三堆，再从第二堆拿出一第三堆相同的火柴，还有第三堆，如此。原来有多少？对了，我前面说过的倒推法。对了，第一对，第二对，第三对，是每堆相等。五个人，每人三十二，求元素。轮流抓，哦，这也是个两人比赛的游戏。谁抓的还能说相加，最先能凑的十五就算赢了。对，其实这是九宫格的问题。有奇数跟火柴，两人轮流取，每次取一到三，取完后手中奇数的为赢，就可以列成一个表格来做。十根火柴轮流取，取一或相邻两根，我翻了一圈，谁取最后一根，那么就赢了。各桌上各放一个，来轮流取，一到二。取两个条件必须是同一直线上的，所以取最后一根或两根就赢，就胜。啊，这就很好的一个游戏吧，两个人可以玩玩的。写数字，每人划一个，一张连续的，互掷，哦，假胜，否则乙胜，最后是两个，后划的可以取胜。奇数火柴，甲乙轮流拿。每人每次允许拿一根或两根，不许不拿，不许多拿。他拿完谁手中火柴奇数，零也属于偶数。对了，甲大于乙，甲取出乙的数给乙，再乙取出甲的数给甲，这八次后相等。哦，这是八次后相等，问原来的。这种一些题目，用扑克牌也行。四五根火柴，轮流取，每人每次不少一根，谁拿最后一根取胜。啊，硬币也可以。啊，以前的火柴比较通用，到处都见到，现在火柴很少见到了，已经是。轮流放，可放一二三，达到超过一百。几次啊，都是各种游戏，最少一个，最多十根，一百二十根，最后摆上子为胜。三根火柴轮流取 ，N 根火柴可以扩展到十一根火柴，二十七根火柴轮流取，都可以两堆火柴，轮流拿。取十子也可以，二十五个棋子，啊，十五块的排在一起，对了，两个，轮流取，根数无限，不分，最后取光一千根，先走者如何取胜？抢一百的规则，啊，这么多，这居然取关于取火柴的，两个人的竞技游戏吧。
等同于下棋，啊，都是有些规律的，都是有些这个模式的，可以找到这个制胜的一些方法。五张张牌也是，啊，这里也是。以前喜欢研究这个，然后跟班上的同学玩，上学的时候。三根火柴，轮流取，每次取一根，对了，都是摆着，还一堆一堆的也可以，可以再取这个。好，这是讲如何做的，只有奥金字来，换成是奥金字，然后算算出来的话，可以取胜，这也是可以做到的。对，这个奥金字也有关系的。以前小的还有就尼姆游戏，在国外叫做好，今天这章就讲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